来爸爸秘书家借宿，他却让我睡沙发。干啥呀？你睡觉了？你说呢？那外面沙发睡着不舒服，让进去睡呗。沙发不舒服就睡地上。那地上那不更硬吗？还凉，那着凉了怎么办？你不心疼吗？我心疼你干嘛呀？不行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的外卖。哎，谢谢啊。祝你用餐愉快啊。好嘞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确定不让我进去睡？不行。你确定是吗？我确定。那我就你自己吃了。吃啥呀？你猜。那你自己吃吧，我不吃。蒜香小龙虾，烤大油边儿，然后吃了胖了。还有冰镇小啤酒，还有。帮着减肥呗，咱俩一起做运动。做什么运动？跑步啊。想不想吃？吃什么代价？今天晚上让我进去睡，外面真睡不舒服啊。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成不成交？行。走。